最巔峰的境界了，已經係啊！啱啱去影 poster， 啊好巔峰，係啊，影定 poster 已經，咁啊三月會過去深圳咯，就要隔離21日，然後再拍嗰邊嘅外景。咁定我啲隔離時間點用？對我嚟講最緊要有數據有 iPad 嘅啫，係冇咩要求啊。